好好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，等出了国，你一时半会儿就见不着了。你选的路线了，也许得到什么，也许到头也没结果。 你最想去南京？我想去南京。我也去南京。一幕幕印刻那时的梦，有泪有笑都在不言中。一笔带过，是你将我。 时间去走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不用力抓住空空的，空空的，别输给时间，在那年那天，愿你还是你，我还会是我。你要去新加坡了吧？这对你来讲是个非常好的机会。我真的特别特别替你高兴。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？你不信我？你走吧。你就像一条围巾，挺冷的时候你能拿出来围上，炎热的时候你要摘下来放箱里面。夏天到了，这下。 你可以飞得很远。也许我们坐飞机，这样你去新加坡的时候，就不是第一次坐飞机了。